这个是飞鸽姐姐和那个泰勒托娃给你做那个百歌图的那个冰箱贴，可以随时拿来用的。然后祝你百事亨通，万事如意，开心快乐每一天。我怎么确定像在扩大咒语啊？错过的不说话，变成森林玛格丽特被我变做了苹果，朝鲜吃的是我还是他原本生活的小丑，不是烟斗的烟斗，脸上的鸽子你又飞走，轻轻轻的他这个花在不知什么酿酒，飞鸽爸爸。